野人既然敢 OB 露头，这是倒反天罡。不过这一把的话，我们前面就挺好，一旦失误了就直接裂开了，一个震慑直接抬走了。但是的话，这把打得还不错。来看一下咱们这个野人怎么去 OB 露头，说实话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啊。所以的话谨慎学习，因为你的话哪怕我自己玩也不一定说每一把都有这样一个效果啊，所以的话风险很大。那么咱们的话就稳健一点啊。好，来看一下这把的话精彩操作吧。下来了，厉不厉害？左飞桥水，这我还被揍了。你有江水，来附身扛刀，给他扛，你给他扛，你给他扛啊，给他扛啊，扛啊！他两边附身，他去玩滑梯，滑梯下面放夹子，他要死了。哎，没夹到吗？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那啥了。脱空了，他要放夹子了。哎，你别往角落里死呀，放夹子怎么办呢？干嘛啊，这个野人。我跟你讲，就打发被勾这个时间点够了，牛仔过来干嘛？去，这把野人帅不帅？无不无脑，我来救人呢，是不是非常无脑？你赶紧修几脸，我们已经这种局已经掰回来了。嗯，就看你怎么玩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其实打的是非常经典的，但是素材已经有了。另外有小可爱想跟主播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里面单求生真的所有基本的细致教学哦。躺不打，哎，孔明真是嘚的，我操，发二级了，我操，啊，翻车了，哎，救他，应该来得及啊。我寻思他打他不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扯能扯下来，我靠，这个段位有一点点勾下来，勾不到。去，这个牛仔没有用啊，这个、牛仔不 OB 他三代能量，然后的话你就够了。我们失误了一下，我去，我操，这个废物，我靠。对，牛仔不 OB 的话，我们他来其实应该够啊。去，不能失误啊！去，这个牛仔玩真好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失误一次就裂开了，博弈失败了。有点，这波倒有点亏了，我操！我们直接扯，我觉得应该是够啊，够。